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鼠鼠的神飞俱乐部。美术设计跟导演。哦，我是做网页的，然后还有拍片技术组的部分。我先讲故事好，就是因为我妈妈非常想当老板娘，所以她要大三，我大三的时候就跟我说她想创一间公司，然后我就是觉得创建公司是一个还蛮大的，需要有人帮忙 push， 然后结果有一次我们不是跟导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载我回高雄，我就跟导师说了这件事情，她就说你为何不把她当你大四的专题做，所以我就。把它当成大事专题做了，就是等于说帮我妈妈这样子。喜欢听音乐的呢，记得看我左手边这一位，他有很多作品，然后包含我们这次的、所有的专题 有包含音乐都是他创作的，跟我们另外一个组的组员。除了广告之外，还有小短片，就是很非常多元，还有网页设计这样子。那是我们第一次，我们这群人一起出去拍片。我们首先第一个地点找的虽然很漂亮，可是旁边在施工，所以我们都一直会暂停。然后旁边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太阳很大，那是夏天七八月的时候，哇，我们食物都超生了。然后演员，我们都在旁边，我们都没有演的，我们在旁边干呕。然后演员还 A 等就说没关系啦，我可以吃啊，他就吃一个超生的东西直接塞嘴巴。这是超恶，我们每一个一闻就这样。Aiden， 你是勇敢勇者这样子，很勇敢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印象深刻。那超敬业。在拍我们九大的主题曲的时候，是去高雄的我妈那边的公司嘛。然后拍完了，我们在外面坐着，就包含演员跟我们所有人的时候，就已经天色很暗了，八九点。可大家都是从台南这样子去高雄拍的。就做的时候，就是拍完特别松懈，我妈准备了很多九大的食物给大家吃。然后，吃完了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说啊，好适合现在来烤肉。然后原本有一股冲动嘛，去小北买烤肉架，直接架在那边，可是太累了，就大概就是已经要度孤的状态，所以就没有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那个瞬间还蛮开心，就觉得说啊，大家其实很开心，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想要一起烤肉，可是明明就是刚杀青完，很累。拍完片的时候，我会很大声的说“我爱大家”，我会很大，我会去拥抱每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说大家聚在一起得来不易这样子。我会继续在九大，只是我还会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如果说除了做九大的设计师，因为他们 logo 几乎都是我设计，几乎不是全本，全部是什么？全部。我还会毕业之后想去找我自己热爱的事情。我估计就是我已经跟我爸妈谈好了，但是就是我会出去工作，然后闲暇之余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做饶舌嘛，然后就是读读看这个，因为我其实在资传系我都跑出去玩饶舌，我都没有太正经的在这个事业上，但是偶尔也有学到一些知识，然后就是靠这一年打拼看看有什么，然后。还有一个小理想就是我们朋友有一个他想以后想要卖鸡排，我可能会跟他一起去卖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访谈，感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